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上面写的，来，汤山温泉精灵加湿器，注意精灵二字，精灵加湿器。告诉你各位，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加湿器有专利的，它吓人到什么程度？它吓人到我现在不敢上链接，我必须跟你讲完它的功效以后再上链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讲。它来了，哎呦，看上去可不可爱？它厉害在哪里哦？它厉害在你看哦，你手放上去，哎，割不断，哎，厉不厉害？安全吧？哎，很安全。第二个，哎，会冒烟，看到没？哎，你其实可以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加湿器冒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，是不是非常正常？告诉你不正常在哪里哦，这个机器啊，它没有开关，你只要充电时候拔掉停下来，哎，插上，哎，马上转，哎，拔插，哎，拔插，特别吧？更恐怖的是什么？这个头可以直接拿下来，哎，拿下来的时候，你千万别以为它只能跟它配合，你随便拿个充电宝插上去，哎，也是转的，对。你放在头上，你头上有个充电宝，哎，小叮当。我告诉你，你买一份这个加湿器的时候，我们是送一瓶水的。但是接下来你再买水的话，每一瓶就要20块啊。20块。卖不卖啊？就是我觉得卖不卖由你自己选择。更恐怖的事情来了，各位，这个水啊，看上去像矿泉水一样，它还不能喝哦。对。它只能放在这个机器里面啊，也就是说必须用它和它配在一起，它配水不行，它配人也不行，只有他们俩配才能工作啊。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特殊。是的，特殊的想不想？大家想不想知道一下价钱啊？啊，好，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下吧。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的话，来，各位，这台机器平时的日常价是199块，现在到手价呢？是的，现在到手价厉害了，189块，又是便宜10块钱。10块钱。温泉水配合的香囊用，非常棒哦。是的，没错，非常的棒。